就说教练别出馊主意啊，我跟你说有时候教练的时候要出馊主意，你们直接去全面打一队啊，一局打一队，你们晋级了。对，凭什么拿四分赌四分，简简单单。哎，结果、PP 又出事了。哎，回到实际这一波，先拿一分。刚落尾被十七开车过来就给揍了。赖伟龙啊，这边留了个队友，自己想开车，想开车溜。我还在这个防区里啊，没有想到这个防区里倒是活了下来。十七现在离这个组第一，有其他人啊。十七现在好奔放啊，去舔包了。哎，放松警惕了啊，这个位置没有想到出枪，苏九被放倒，就还没拍干净，还被补了。那他可能没有想到，就是你开车溜了，你只留一个。看看情况。有火，等火灭，两个人一起上。哦，直接火给淘汰掉了 ，PP 结束了 ，PP 只剩最后，竞争都如此激烈。确实啊，一分之差。哇，古斯塔夫在酝酿一件大事，然后被压制了。大仓里面有点压制他的，海将，海将。再拿一分，哎，已经及格线往上走了。你的，好，但还是古大夫自己解决了啊！叫兄弟来给压力，还是你会啊？这全家出动就为了这一分。然后哦，是 Fax 自己补的，我生怕这人头被别人 K 了呢。蹭个助攻，蹭个助攻。别还在摸啊！别人又是真不想当这个班长。我们顶坡没有放人，而且骄阳没来啊，留了个小童近点。但是小童这波拉位置能拉到 BR 那个高点，这个测试能放枪，赛赛出手放倒了诺爪，能找机会补一下。骄阳对队友好信任啊。哦，接车了，人撞到了经典。上一把也是这样的剧情啊，他感觉好。上一把一模一样，直接 A 波一穿啊。我看过呀这一集。怎么又是撞到 WC 的脸上了？不会又是零换四吧？只剩手瓦一个，这怎么打？我佩瑞打残了两个，没打下来。是的，马哥被打下来了。被补了。但是 EZA 被另外一支队伍打掉了，是 BBL 过来买的还挺多。这个要没了，血量大三升了，这波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。哇，他把这门打了两个包的血量，又是一波零换四，坏了，我进循环了。他切完了以后，中心不太好待，但有一些厕所位倒是能扎。哇 ，DAY 没了，但 DAY 的分数92分。哎呦，这最后一局有点精彩啊！看 EO 去往里面扎了，找厕所，找坑位，但这一次里面是有两个人啊，旁边还有 EO 的人。BBL 看到是 WC 的人，猛补一顿猛抽泄愤。哇，小鬼来了，神也雷啊！对方要回防，队友呢？开始过程当中，哎，这发手雷很准啊！感觉这个气是着急给穿了，真的。四阶段了，这人扶不了了。兄弟们，是不是饿了？兄弟是刚点了外卖是吧？这局。气势很足啊！现在确实分数够啊，主要这个圈全面试一下嘛。对的啊，圣城残兵再往里扎，总有扎的点的。绕过来了，五弟弟和十七兽，踢现在一点很自闭啊，这个踢很急，封了很多自闭啊，但是没法操作。我想看 T 的心率，是的。哦，又倒了一个，而且是被另外一边 U 抽的。天路知道这个信息，
大概率没了啊，在烟里，远处还有这个枪线。啊、被 U 抽完了，弗拉德乱抽 ，T 一77分进入最后一局，怎么就掉到了第九名啊？是吧？这主要70已过，太晚了。嗯 ，Perro 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坑里面正面跟 QM 打，后面还被捡起头。是的，迪拜时间怎么样也都已经过七点了。前后没法操作，正面还顶不住。啊 ，BBL 这个分不容有失啊，能拿一分对他们来讲，现在都可以说是万幸。吃火了，是的，不过一刀两个了，已经没了。这个角度 QM 直接压过来了，嗯，还能救。LG 高点，但天路它毕竟是一个高点，很有可能会给 LG 一记重创。哦，来了，哎，刚才 TE 不是在这个位置挨揍吗？你 LG 又来。打了一个给了手术，继续压位置，大身位拉出来啊。聪聪可能知道自己的淘汰数离第一名的 Kickstars 不远，很近，嗯，所以真怕人头被 K 了，会有这个想法。确实 Kickstars 两天打28个，三天不得打29个、哦、另外的费兹和 BRU 这边有个末位之争啊，这集装箱这个地方特别吃雷啊，几颗雷狂轰乱炸，压力非常的大。LG 没有车，开始直接拉位置，要脱离天路的枪线。但原点是阿多泽，阿多泽这两枪很准，他给补了。BRU 没有成功卸任班长。但监禁在这个反坡啊，这落地就要吃一堆道具，直接融化。啊，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一雷四响拿四分。北部区域那、强侧的这个位置打的已经差不多了，远处 Fix 出手将骄阳放倒，因为他们这个高点已经是不在圈了，如果往前移动会吃到两侧的枪线。嗯，这把随着圈越来越小， TMA 已经闷声发大财了，这把还有把可以，不过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直接给他干掉。要不要先打车后的，被 Alo 发现了、啊、而且 Run By 在原点在抽。哇，天哪，这波机会抓是抓了，但是没有远处的枪线 ，LG 还没有进圈，很努力啊！但是周边队伍完全不想给他们机会。我弟弟拿了个头。偏塔已经没了，远处的剪辑也是迟到了，剪辑拉位置到了麦田，拿车炸了一个车阵，虽然洗烟了，但是这把疯狂的猪把，啊 ，Sura 也是被他给击倒，嗯，车翻啊，可以找机会 K 个头啊，还。剪辑被削弱，最开心的应该就是 TMA 了。路也拿到厕所的这个位置的发挥，好来了、哦、不止这个小五弟弟啊，简简这边也在往 LG 的方向扔雷，简简直接丢 LG 不打小五，炸了哇、哦、这个雷太哎，趴着趴着，这个判定没炸到啊，差一丝儿。哎，卢克急坏了，气坏了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反向跑圈，刚好打上的时候蓝圈就已经逼近电脑，这是不是舔了十七兽的包？哎，看到了一堆好秒，两个是蓝伤害了，应该蓝圈要带走他，好秒，这样杰尼被拖了时间了呀，他们还要救人，再进圈，蓝圈已经逐渐逼近了，打起来了 ，TM 的机会来了，痱子也不忍了，终于把北部山头的人熬走了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团，他怎么一边倒了呀？被融化了，痱子，但还是有人倒地的情况出现 ，TM 的十没扔过来，没事，丢一颗让EU害怕，然后反身去抽，奸计也没问题，别倒，哎呀，这个掩体确实不好，平地抽，有烟吗？给海将封颗烟，掩体后面，哇，又一枪头，嗯，来嘛，对嘛，好 ，EU 那边也发力 ，Nether 也没了，但是现在 EU 的信息通过两杆枪线这段时间重新集合四把枪线，嗯，八圈梅花桩有的打 ，EU 想跑位了，因为北部已经鸭皮漏了一枪，只能往回溜了，来了一颗集火雷，但没效，没有效果，鸭皮位置还是不好，被蕊漏直接起。这个倒地很尴尬，压制的死死的，是
现在小海不太好漏，是只能侧面强对。房顶很难 ，Key Star 就当路给放倒，还在严重自闭。房顶视野一直很好，两个人打协同去清理烟边的小海。是的，救起来了。拉了一个提前枪，但是这波 Key Star 的反应很快，小海倒了，还剩幺二。啊，对面火力真的很足，感觉晚了呀。就虽然救起了鸭皮，但是南部已经雷没火，拉过去的时候听到脚步声了，想反身去清。看到了 Star 有点放倒，那这一波